这不是拿冬天的雪景糊弄你，现在是2020年3月27日。 我所处的位置是洛阳白云山，这场雪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下了一整晚上，落地以后部分已经融化，石桌子的雪基本上已经有3厘米厚，来，请看。 洛阳白云山将定于4月1日开园，每日限制游览3000人。测量体温后，然后佩戴口罩，乘坐观光车入园游览。未佩戴口罩者将谢绝入园。4月1日至30日，对省内游客实行3折优惠。洛阳市民免门票，春风十里，白云山等你。